您好，你们好，你们是留学生吗？我们是留学生。你是中国学生吗？我不是学生，我是老师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你是韩国人吗？我不是韩国人，我是日本人。老师，你贵姓？我姓张。张老师，你认识王老师吗？他是谁？他也是中文老师，我不认识。